特地来这边，然后就是听我们的分享，然后也。
们希望族人们能够更爱惜自己的文化。这位跟我一样是平地人，但是他那么珍惜赛德克族的文化，所以我们希望明年的目标是针对赛德克族的青少年，我们在做教育推广，真的把这个公益传到他们手上这样子。那我们请第三位青年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翁子雅。很高兴大家能够来这边看。那我是跟平地人学竹编，就是那个牌子上面要写。那我对原住民的文化也很有兴趣，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珍贵，这是一个一个原住民跟的文化生活，我觉得跟大自然息息相关。那我自己本身是很热爱自然的，出发点是这样子。那今天来这边展，我希望说，大家多分享、多交流。那也以后也请大家多指教，这样，谢谢。展只有两个展区，可是各位你们知道吗？这两个地方的东西都是他们两个多，他们三位多少个日多少个夜，默默的骑车聚在一起工作，所以是非常一个安静的一个努力。但是大家眼睛看得到它的精美，或是它的淳朴、它的质地都是很棒的。那待会儿呢，我们会特别邀请郑老师来为我们简单做个解说。开始这边解说完，也带各位到隔壁。那我们今天还有国际的朋友，我们很高兴哦，就是台湾跟日本有一种文化的一个火花的冲击。那现在我很想邀请，就是对我们赛德克文化也是非常热爱而且很有成就的，我们请郭明正老师给我们鼓励一下。
说我们学的东西比较差。我总结就这样，还好，还好我有机会，我就写了书，让人家认识我。我最重要的是让，因为他们都不认识我，他到今天，你们不是太阳，你们怎么变赛德克？你们赛德克那么奇怪，怎么又读古多少古代，我搞什么鬼？他们完全不知道。那他们呢，在外面呢，有时候会随便讲我的盖，马努盖亚的马努瓦亚的，我觉得莫名其妙。那所以我们自己，我认为我的想法，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嘴巴解释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力干练，谢谢大家。Shinagawa Maki。我这边有老师做的，是老师做的、啊。
贝壳，那我们使用的贝壳，你会想说中部哪里有贝壳？各矿部怎么可能会有贝壳？一直被人家质问，我就说我们以前就有交易，部落就交易，跟谁交易？我们从我们也有跟汉人，就是故意的汉人，然后也有跟东部的阿美族或是德鲁吉的人交易，我们都有那个，我们都有武道，跟那些人交易。那为什么交易的时候，以前贝壳是货币，早期的贝壳是货币，一直从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有这样的交易。那交易什么东西？我们这边就是叫做兽皮，就是动物的兽皮，还有就是我们织的织品。他们很喜欢我们跟赛德克的那个布匹，因为他们那边看不到这样精美的布匹，等下二楼就有那个布匹，他们认为布匹那个非常美，是别的族群做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用布匹去换取这个东西，换货币，然后带回来之后，当然回来的时候不是就马上就有这样的东西哦，那就是从它是从那就是一片一片的，然后一串一串的跟我们交易，回来之后我们族人再用这个手工把它做成，比如说项链啊、颈链啊、耳环啊或者首饰下去做这个串珠，然后放在身上。那我特别带了三个我们属于我们这个贝壳的，这我们要做，当然给大家看说我们的到底我们那些用的贝壳到底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一直在讲说贝壳很多种，太多几千万种的贝壳是哪一种？属于东部海岸，就是绝大部分都是我们从东部那边交易来的。我们有分灵车菊，还有就是熊爪车菊，然后再巨车菊，三种贝壳。那这贝壳里面长得最大的就是巨车菊，它可以长得跟一台车一样那么大。哦，那我们台湾有没有？有，早期的时候有，早期的时候在好几百年前就有这个贝壳，因为是货币，然后都跟他们交易。那灵车菊就不会，灵车菊就没有那么大，跟熊爪车菊就没有那么大，只有这个巨车菊。那巨车菊他们都会拿来做一些饰品，然后切割，早期的切割都是纯手工。那我为了要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我要除了展示，为什么要让这些由来，我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得到的这些东西哦，都是从早期，从什么时候，我要让大家知道清楚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说我们做过赛德克怎么会有，而且是我们做过太阳跟赛德克最凸显的东西的哦，从身上就可以看到。那我们早期的这些贝壳就是我们所讲的财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而是说你部落里面的，比如说我们讲说认真的人哦，你就很努力在织布的，很努力在工作的人就可以换到这种东西，它是少有的。但在以前里面，在以前的可以换来的时候，也不是每一家都有，哦，所以它很珍贵。一直到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们发现这个非常的漂亮，一个一个买走。我们部落已经好几个都一整批的被买走，从日据时代就开始在购物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国那个日本人会很多我们文物，而且当初在跟我交易的时候，以最少的成本下去跟我们换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觉得。我们部落的族人都不知道，但是一直到现在来讲，这些东西都已经做不到了，也没有在做了，所以一直到现在来讲，从日本人教育一直到现在汉人，就是一个一个把我收走，所以部落绝对看不到这个东西。志文，我请问你，那现在这个东西你是怎么，你的制作的流程简单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去做出这样的东西？我当初去整个台湾来讲，我不敢讲说所有的台湾，就是整个台湾来讲，已经几乎是没有几乎工厂都关了，几乎都关了，以前在做的都关了，最后才问到一家南投，他是好几代哦，好几代在做锯这个车具的，然后做贝壳的啦，然后就是爸爸走了，最年轻就是这个年代，他爸爸走了之后，只剩下他老婆，他老婆也没有在做，所以只剩下留在机器，他机器还在那边，我的运气好，可能主人有保佑吧，我不晓得。我运气真的，我走到台北去问过所有的那个海滩店，然后去南部，我走了台湾一趟，包含去花莲，不要讲花莲了，现在纯手工的完全都没有啊，更不要讲他那个外面有做纯手工没有，只剩下用机器制作。那后来我运气好，找了那么久，就找到草原，原来就在我旁边的。我去台北，我去南部，跑了那么久，原来就在旁边的。然后我去跟那个，我去拜托他把机器让给我。他当初那个机器几十万的东西，我用最小的，就是因为他也没有做，
那你可不可以舍得我？因为他们很爱贝壳，然后因为没有人做，后来就把有还有就是，我去不是只有一天而已。通常你去别人家里要跟他讲，我这是一个城，这是一个我的过那个城那个什么一个过程，然后就是我将近快去了半个月，他才舍得给我。你可以知道那个时间了，我就是爱，我就是要做，所以我跟他耗了半年。才把这台机器用的对地址。然后我一路见证翁志文他怎么把这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先观察可能博物馆里面的资料或是图片，他看到这个型款，他找材料找机器，然后他在他家门口就是吹风啊，可能冬天夏天很热，他就继续在磨。请问你一开始有立刻就成功吗？没有，过了几个？过了好几个。你这个贝壳不好吃了，我可以想象出那个当时。他们在做这贝壳的时候真的不好做，而更何况是用人工的，不好做。包含机器现在做的也没有，我去问过他，有没有帮我报错？光是这一颗耳环这样子，我们确实有这么大的耳环，他们以前纯手工做的时候就这么大。然后问他们说，我们还拿了塑胶的样本寄给工厂，请帮我们做。台湾没办法做，还请国外的去帮我们去制，因为我们有认识。国外的那家商家有的是国外的几家在车锯这个贝壳，也没办法，就是不做，他们就是不要做。后来我没有我后来想一想，我完了怎么办？后来我就回来自己切，当初自己切的时候就是这没办法用水刀去切，然后用纯手工的方式切，过了好几个，然后才有办法把自己框。你不要以为一块很简单，这一块很多人跟我有人跟我买的时候，对不起我不卖，因为这种价的东西，就算你借给我10万块，对不起我不卖。我的意思是说很难做，可以想得出当时他们在纯手工作的时候有多么辛苦。然后后来我也是花了将近这个贝壳，早在我好几年前的时候就一直想要做，因为。我要认识我的文化的时候，我就像秀莲讲的，我跑了台湾各个博物馆，我真的是为了这些东西哦，然后去博物馆，去实地去看，我还跟博物馆那个服务人吵架，为什么？他不给我开玻璃，对，他不给我开，不给我拍照，我还跟他讲说，我生气的地方是说，这本来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拍？我的心里是这样讲。然后他就说本来就不行啊，就是不会规定嘛。我就说我不管，我就是要拍。然后他一直在那边念我，一直讲我。然后后来他也受不了，反正我就自己拍。好，反正我生气点是说，这原本就是你们跟我们老家买的，本来就是我们后代，应该就是可以去有去，哪怕是我拍照也好，我又不要把它带走，我又没有跟你买，我只是拍照也没有拍，还跟他吵架。为了这个，我还买几本博物馆的书，然后回去自己研究，然后还特地请部落的老人家看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口说无凭啊，我不能说做这些东西，我不能讲说我以前有，现在怎么会没有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回到说这整个过程里面，我就是这样做，我要印证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东西，给老人家一个一个比对，什么名字什么样的东西去做。好，我发现就是我们原住民族群啊，对所谓部落里的老人家是非常非常尊重，因为老人家是智慧的来源，是经验的传承，是一个文化的脉络的一个根基，老前辈。那我想邀请各位思考一下，为什么现代成品那么多，全世界装饰品那么多，为什么有一个人要去执着回头去找这些东西？包括戴尔哥你会看到非常设计非常精致的猎刀，非常扎实，以及二楼的我们为了要重新找回100年前的赛德克最困难的密里编织，我们找到一位山中隐藏的珍珠。那位老人家他不但很会做密里，还很会教。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培训了4位学员，包括突破了一个障碍。这个下午也可以再来讨论，就是其实以赛德克的高雅，我们男人是不织布的，但是在这个非常的世代，非常的时期。翁志文聊了题，那个原因、那个目标在哪里哦？我想透露一下你的秘密。就是说，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不能表面看，今天只是工艺品展览。对不起，没有，我们比这个深刻太多了。我们不是只为了要重建古文物，也不是为了要重建古编织，
这一切的这一切都是他要再回去对他自己的文化认同建立一个最稳当、最有自信、最有根基的来源。我说我要泄露一个秘密，说你们要知道这个年轻人他很恐怖，他手上在做什么，然后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跟我说，秀锦，我要存钱，有一天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日本看博物馆，一个一个把它拍回来。这就是他的心愿。那放心，我今天不会跟你们募款，就是我们会努力的存钱赚钱。我觉得靠自己是最棒的，对不对？然后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微薄的资金可以今天办这个？虽然这个展览是很简单，可是心意却是很厚重。其实我们中华民国文化部虽然备受批评，我觉得公部门本来就应该被人民监督，但是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我们之所以今天能够办这两个展览，是因为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我跟他们申请两个计划，然后呢，也逐渐让美学馆的人知道翁志文老师在南投县是很重要的公益家、文化传承者，请他们要尊重。然后他们看了我写的计划，他们觉得很感动，是有扎实的在做。所以今天其实是彰化生活美学馆，还有非常支持我们的就是财团法人台湾原住民部落振兴文教基金会 Wallace Bailey。好，那这董事长我有跟他写信跟他说感谢，那他也非常祝福我们。我会觉得说，因为这是第一次翁志文办一个他自己的部落的这个文物展，我们希望这不是第一次，而是未来有很多很多很多次，好不好？我们来。好啊，谢谢。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我已经在规划要去日本，我们要去哪个博物馆，然后去跟谁讨论等等。再来一个，还有更一个终极的秘密，你要跟大家现在这些好朋友要分享一下，就是你讲的。我们的长城计划是在希望4到5年之内做出一个赛德克的传统婚礼。请问你为什么要做赛德克传统婚礼？我觉得可能会觉得，会觉得很好笑，就说好的地方就是说，我在好几年前哦，不止好几年，在7、8年前之前哦，就是说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东西这么美的时候，其实就是。你不要以为 这些东西现在才以前就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哦，一直到现在，因为没有了，都被买走或者什么一直断层。然后我第一次，我第一个想法，当时我就想说，我想做赛德克婚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像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从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说一场婚礼里面，你不用说，你不用教，你进来就会看到什么叫赛德克。老人家跟我讲说，我们的文化是从生活里面开始搭起的。那很多的重要的庆典、祭典、歌谣，都是我们文化最主要的命脉。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做一个值得让人家，不管是从教育，不管是从语言，不管是从形式上，不管是任何的方式，还有包括祭典，一场婚礼是代表一个族人的完整性。当时我就这样想，那我那时候只是这样想，但是我都不会做。十几年前的时候，我都不会做。当时我就开始做，我就从音乐开始做，因为那时候刚好音乐那时候从传统古调这波，我们老家越来越少，所以我从音乐开始救起。所以在世界上我就开始做，其实没有人知道我在做，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慢慢的去吕布的去一步一条，一步一步把它踏实的做出来，这样慢慢去做。后来。音乐告一个段落了，然后我就开始做那个，后来我就开始做服饰、器具这些东西。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是未来几年之后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赛德克婚礼展现在这里。这样，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必说你进来你就看到那种美，赛德克的美在哪里。然后不管是我们，而且尤其是我们下一代的教小孩子，他也不用教，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小孩子让他自然看到，让他自然形成。自然学习，自然的就可以感受到那种我们这个族人的命脉。好，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只是我现在，我那时候我就跟秀锦讲啊，你太恐怖了吧？你怎么会有想到这样的想法？我就说，我就把我的理念跟他讲。我很少跟人家讲说我心里想要做什么。对不起，我今天宣布出去怎么办？都已经做到90%。这叫宣告，宣告。我一定会做，而且会持续的做，我不会停止。而且我是希望婚礼做完的时候，让大家看到那个我们年轻人都在做的。好，不好意思，我让大家罚站那么久。那我想大家知道我们的心愿，特别知道我们今天的灵魂人物翁志文先生，他
的一个执着。然后我们感恩郭明正前辈，还有我们这些前辈们都来这边陪伴我们。我们很希望你们多告诉我们你们今天这楼上楼下看完的感觉，请多给我们批评指教，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回馈，我们办的展示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需要你们这样子。那我们的开幕就到这边，我们就欢迎两边开始看了，谢谢你们。好，十一点我们三个青年他们因为在各自的据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们可以观察他们跟他们聊天。对，我们网络上有说要送那个这样。车群妹，难怪他们一直都不肯走。对呀，限量有限啊，就是说等一下会再。哎，老师，那个是手还是脚？脚哦，就是他身上。好。对。这真正的车群妹对不对？原来特别去送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哦，就是说，是辛苦你们跑到这里，然后就是说。你们那么辛苦，我们赛雷克不管是其他的都有这种分享，这个，你那么辛苦来看我们，当然我们要那么辛苦的送你们。这真的很累。这不是，这完全不是玻璃，或是那个都不是，是真的贝壳下去做。然后小心啊，那个不能平常不能乱戴。对，真的吗？按照以前那个。对。那要什么时候戴？只有庆人的时候。庆典。对。那我准备去海边上戴，去上。对啊，就没有不要不要炫不要炫耀，对，所以很默默的要。现在没有关系了，现在没有关系，默默。等一下，没有关系，大家爱炫耀。最好是泼上去。那我们现在要怎么送？等一下到隔壁，用走太少，我们不够，他用抽签的。因为我没有，就是说，不是就马上送，但是大家要稍微。贡献一下，贡献什么？那我们到。